有茶饮店点饮料有特殊的术语，像是甜度、冰块还有 size， 有这样子的点法。老板你好，我要一杯汤清无为。听得懂吗？所谓清无为，就是清茶无糖为冰。南部消费者常用少、半、为、无来代替甜度冰块，少少就是八分糖少冰，为去就是三分糖去冰。不好意思，我要绿茶一分糖胖杯。而1000cc 的胖胖杯在南部盛行，为了跟750cc 做区别，就用胖杯跟瘦杯来代称。茶饮店术语进阶班，还会把冬瓜柠檬简称冬柠，乌龙清茶简称乌青，对茶饮店业者来说一点也不奇怪。那就是用旧的茶，第一壶茶，茶量我们泡比较厚的话，那壶茶就加厚的话，就那一壶茶泡给他。有人要淡一点，他们告诉我们说他们要加水。红茶、绿茶、清茶是客人常点的基本款。南部部分非连锁的饮料店还可以点得到梅子可乐，或是用即溶咖啡加奶精泡成的鸳鸯奶茶。也有业者别出心裁，研发用果酱、果汁调制的鲜果茶饮，五颜六色，色彩缤纷。近来更流行渐层唯美风，手摇饮料品牌百花齐放，许多都是从南部发迹，所以可别小看南部手摇饮市场，也激发茶饮业者无限巧思。记者林正彦、杜颖杰，高雄报道。